Hello。哎呦！哎呦我的妈！在跑。我说怎么充电宝找不到？原来今天加速太猛，把那充电宝给它干到那个座椅下面去了。哎呦我操！我说怎么怎么回事？找半天找不到。行，再加个微信来。怎么我送你吧，我开车送你。啊。没有要什么钱，我就加个微信就好了啊！你又没事，我那个就是过来请你吃饭啥的，可以不？到时候再说。哦，你是邵阳的呀？对啊，你不会也是？湖南邵阳。哇，我也是邵阳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在哪里？邵阳那个就是西宁，你知道不？听过吧。西宁。听过吧？我是邵阳西宁的，哇，我老乡，兄弟们，这遇到老乡了。我姓林的，我送你吧，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你看这两个车，你想坐哪一个？这两个车都是我的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车，这个叫做 number。啊，这个是兰博基尼。啊。我记得小时候高中，我初中那时候刚看小说里面老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。哦，小说里面兰博基尼啊，就是男主角开兰博基尼去见女。对，主要是他的名字很好听。兰博是吧？还行吧，是吧？行吧，送你吧，走。嗯，好。啊，好，走吧，上吧，走。啊。好，坐好了啊，把那个安全带系下啊。操你妈！终于搞了个活儿，我操！妈的，开始送他了，不让送。一说兰博基尼，兄弟们别说啊，别说，假装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啊。要我帮你拿手机吗？不用了。我已经看你。没有，你看没有，我这里有个支架。哦、啊，我可以把手机就是架上去，然后就会特别的稳，啊，就不会那啥了。兄弟们，主要是我老乡，我跟你讲，要不是因为是老乡的话，估计他都不敢上我的车，啊，都害怕。不是，我主要是因为你这里有这么多人在，啊，有这么多人帮忙在看着，对，就不会，又不用担心我会干啥，是吧？是。哎，你是那个邵阳什么地方的？邵阳新邵。新邵。对。新邵在哪个位置啊？有这个地方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就是新邵啊，新邵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反正离邵阳挺近的。啊，这边怎么去你学校啊？怎么走？直走，然后到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右拐。就是这边直走，然后第一个红绿灯右拐。嗯。哦。右拐前面一点点。好，前面一点点。好，我那个朋友跟着我一起啊。就是我那个前面那个车的，他开车跟我一起，他也是保护我的安全，他怕。哦、他怕你什么？他怕那个我被女孩暗算了。天哪！这是我保镖、嗯，保护我安全的。那个是什么车？那个什么车？那个叫法拉利。法拉利。天哪，你应该，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也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从这个小道可以走啊，你也能走。没有，你不是我微信吗？以后下次如果说我来这个学校了，我给你发信息，是吧？到时候你带你的好朋友啊、好闺蜜啊什么的，就是想坐跑车的话，就可以找我啊，带你们兜兜风啥的。我因为我的车还有一种特别牛逼的声浪，但现在打不开，那车也拍个照啊，拍点可以拍。要不一会儿我把两个车摆在一起，就放在一起，就是你站在车外面，一手扶了一个车，开着。对，那就装逼明白白的。我现在发动还开不起来，冷车，要稍微热一点。主要看你是老乡。是吗？嗯。小心点，这里不是别。
真没有女朋友吗？男朋友吗？要不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个。我这个手，我这个直播间里面好多就是比较优秀的哥们儿，可以给你介绍介绍。从这边过去是吧？对，右转。哎，你们那学校我还真没去过。就你看上面欧国泰克看到没？我看了一个雅朵酒店。对，旁边那个下面不是有个欧国泰克？那个欧国泰克是啥呀？它应该是个公司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是校企，然后就在这边上课。这可以进去吗？我们的车？大的，这是你们的，这是你们宿舍还是学校啊？在里面？里面是学校还是宿舍？那这里面，要不我在这下了吧？这里面人好少啊！我先进去，我进去一下。反正一般打滴滴的时候能进去。完了。那边有人。这杆儿，我进去就出来。哎，对。前面那个门进去也是你们学校了。对，我在这下车了，谢谢。这门你估计打不开，要不和你的室友一起出来吃个饭啥的。嗯，不要了，下次。啊？不要了，下次。这个门怎么开？我不会。这个门我都知道你打不开，没事，我教你了。我先教你是如何就开这个门的啊。我先打个光，因为这个车里面比较昏暗。那你把腿拿过来，拿过来啊，拿过来。然后你看那个东西了吗？看那个就是一个扣的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哎，别使劲儿，别使劲儿，你使劲儿会把它扣断。就扣起来之后，用你的胳膊肘，用胳膊肘放这个位置，对，顶，好，行了，可以松手了，手可以松了。对，往上使劲儿。哎呀！你推，对，在这儿推，你看，就会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是的，谢谢。哎呀！啊，行，回头那个到时候微信联系啊，改天就约你一起吃个饭，好吧？拜拜。你不还拍这儿不？不拍了。啊，行吧，下次带你玩啊。好，后面堵车了，小刘把车给堵住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就这么走了。我操！我这次把车干到后门去，一直干到那个学校的后门去。妈的，不停门口了。停门口的话，老是毛都薅不着，这把去后门去。